哎，眼睛闭上怎么不会头晕呢、啊？我眼睛闭上都会失去平衡哎、欸。嗯，也不能笑话了。小李，你快点把眼睛打开啊！不会啊，小李，你平衡感很好哦。小李，一下，一是一什么一？铅笔一。二什么二？鸭子二。三什么三？蝴蝶三，四什么四，帆船四，五什么五，勾勾五，六什么六，哇，妈妈忘记六是什么了，小李你六是什么？七，气球是九吧，好了，七什么七，拐杖七，八什么八，眼镜八，九什么九，气球九，最后一个十是什么？小妮妮，最后一个十是什么？十什么十？一根什么？棍子打棒球。啊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什么一？是什么？好，小妮妮，你要不要自己唱啊？那我关了，说拜拜。拜拜。手比挥挥。